别问这么伤感的问题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喝成交杯酒。行，把你的棒往回扭一点。李老师要跟我交个杯，我三四台机器拍我眼睛。哇，不要了，你没抱期望。因为你刚刚昨天看到十四集，不刚刚车祸吗？猫眼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三折，四个，最先敷衍，然后特点特别光，因为它在幕下，所以这个那个灯光，我拿的是个灯棒，那个灯棒它有时候，它比方说这个灯棒它要是转一点，它要转多了，转多了别人又看得太亮，你转少了吧，又没有别人又没有那个颜色。但是你要想，我也在演戏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在演戏，这真的是难倒，真的是难到我了。接下来请欣赏请剪辑灯光，辅助张艺兴先。我也在演戏，然后突然一点过了以后，那边就会说行，把你的棒往回扭一点，然后马上又悄无声息的就给他拧回来。摄影助理的时候就有几条我来掌机啊，然后就拍了一条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喝成交杯酒。我因为我不是很会喝酒，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的喝酒就是干杯，然后是吧？但是突然那天干杯以后，突然李老师要跟我交个杯，我说行，好吧。就感觉是那种可能以后结婚了以后，在结婚的时候就要喝这样的交杯酒，跟自己的女伴。结婚时候叫媳妇儿，不叫女伴。哦。你看一会就会有三四台机器拍我眼睛，每次拍完一段戏以后，要单独拎出来拍眼睛。再开黄金瞳的时候，气定神闲，闭着眼，然后睁开眼就。哇，两个人都挺富有的。庄睿吧，因为那个二月红他已经有了妻子。庄睿不错，庄睿没有妻子，没有妻子。很多网友说庄睿是自己现在的快乐源泉，做很多表情包，有印象深刻。庄睿有很多表情包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是吗？会会会会，古玩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古玩，它有不一样的故事。等我以后整理好了以后，我们慢慢的跟大家来说这个。这我就不知道。你们喜欢的就是我喜欢。现实生活中，你拥有的黄金瞳，你觉得会是一件特别爽的事情？当然了。就可以干嘛呢？就是现实生活中。哇，可以干的事太多了。好的、坏的，你想听哪一种？都可以。反正一般，如果你拿到黄金瞳，你会最先想干什么？我就会想干什么？体检啊，就看一下身体各方面哪里有什么问题之类的，可以体检。对。对啊，而且你想去到外面，就是比方说你想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到底这里面质地是什么样的，材料是什么样，材质是什么样，你一看就看得清楚，对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没事开着个黄金瞳扫扫街，说不定真的你就扫捡了个漏呢，是吧？你身边的人或者自己拿会有追这个？对，这样我追到十四集了，我昨天看完的，初一集看一集。那你如果要跟身边的人推荐的，你就看这个特效就行，我觉得这特效好看，就是这个开眼啊，看看这个，然后那个大起大落那个故事，我说有一些起起落落，这个还觉得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就是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我是第一次这么追剧，我真的没抱期望，真的没抱期望，我只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路数，结果一看看上瘾了，就看到现在。别问这么伤感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留给大家吧。就我说，歌手也好，演员也好，都不是我们自己说出来，是大众觉得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什么，反正我自己会看先看黄金瞳。为啥？
因为好，因为你刚刚昨天看到十四级不刚刚车祸吗？你不知道这个十五级到底是怎么样的。你觉得张瑞为什么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呢？哇，你这问题好犀利啊！要不我们去问问编剧。我跟月星哥两个人就是一个唱歌的组合。我一般喜欢玩《梦幻西游》手游。小心小心，最近流感很严重。你说真的，你别什么涂在我的上，你告他。我告诉他。好嘞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嘞，祝你别感冒。